今天我们一个非常振奋的好消息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好消息吗？我们未来立法院长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是谁？韩国瑜。就是谁？韩国瑜。就是谁？韩国瑜。韩市长哦，未来哦，哎，不能再叫你韩市长了，未来要叫什么？立法院长。韩什么？韩院长。韩院长。还没有帮苏慧介绍之前呢、啊，大家看看天，蓝天白云，看看这个山，绿油油一片，多么的美好。民主政治可以闻起来，空气都是甜的，大家都是洋溢的笑脸。各位在场乡亲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每一个都笑脸迎人，这是台湾民主多么珍贵的一种感觉。我帮游淑慧今天来站台助讲，其实我的内心渴望。跟大家一样，如果民进党这八年执政，让台湾的经济好、治安好、两岸稳定、能源政策稳定，各种方面百工百业一片兴旺，民进党就继续执政吧，你只要为人民造福就好。但是自己冷静下来，我们自己看看这八年，台湾像什么样子？大家看到能源不稳定，治安一塌糊涂。事实上，教育系统的问题更严重。我那人刚到南韩去考察回来，才发现韩国首尔，他们教育局局长要民选。为什么教育局长要民选？免得行政官员干扰教育，下一代扎根，办教育的人不管对老师、对学生负责，对谁负责？直接对人民负责，不对市长负责。人家这么重视教育，如果教育也是一片非常好的话，我们何乐不为呢？亲爱的各位士林乡亲、大同乡亲，真的，我们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。本来我住在云林，乡下人单纯。俄乌战争两年前，去年2月24号俄乌战争没有那么紧张，但是这次看到以巴战争，真的吓到。现在。巴勒斯坦死了10000多人，4000多个还是儿童啊！大家看了这个画面，开始紧张，感觉哎呦，这个战争随时会来。所以未来，我们大台北地区、士林地区，我们到底要选什么样立法委员？这是太严重、太重要了。民进党执政非常好，没话讲，大家继续去支持。我们心胸非常宽大。32年前，我35岁，站到。立法院31年前，我35岁当立法委员，我同班同学是柯建铭啊，我都不好意思讲啊。我同班同学，你看他多老了，我离开立法院这么多年，他还在立法院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大家去思考，我们当立法院看到民进党的立委，我们都觉得他们好优秀，我们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讲哎、欸，我国民党我都觉得。很不好意思，宜兰的陈定南，云林的朱高正，台北市南陈水扁，宜兰的黄黄雄，一个比一个优秀，操守一个比一个好，每一次跟他们论辩，人家就是热情，就是清廉勤政爱乡土，我们觉得真的太棒了。我不客气讲，我当立委跟陈水扁当了，我都觉得有自卑感。他每一天那个准备的资料厚得不得了，人个子不高，他那个带那个资料跟身高差不多，进到立法院去，乒乒棒棒，言之有物。我们平心而论，三级贫户当上中华民国总统，他是可以写入教科书的，可以做最伟大的总统。但是贪污腐败就是怎么样？不客气的讲，民进党。党性坚强，人性贪婪。各位想一想，各位想一想，我们当年看到那些优秀的民进党的立委，我们都觉得今天民进党在立法院，各位士林乡亲、大同乡亲，你再找一个民进党立委，智勇双全，操守良好，为民冲锋。心中充满对人民的爱，你再找一个民党立委给我看一下，
民进党这八年最可怕的，把台湾风气带坏。民进党告诉我们，看过他们的执政，告诉我们不贪污的官员是傻瓜，他们有权利就尽量捞。所以我们选民票投民进党，变成他们贪污的钞票。各位士林乡亲、大同乡亲，不要再傻了，我们很脆弱。小老百姓走到投票所投这一票，每四年才一次。投了票以后，我们对政治就没有这么大影响力了。我们看看游淑慧这几年一步一步的成长，虽然是女中豪杰，居然敢挑战我最亲密的战友王世坚了。我跟游淑慧说，你打不过王，你打不过王世坚啊，你就嫁给他。我就告诉你，有时候会说不行，我爱情很专一，我有男朋友。我说没有关系，你告诉大同那个深绿区，还有告诉士林那些绿军，我跟王世坚将来夫妻啊，一定有个当立委，随便投啊。但是有时候一定又不答应。各位士林乡亲、大同乡亲，政治本来是非常单纯，就是 A、B、C， 人民给我们票，民意代表好好做，代表地方乡亲站在立法院。为国家做事，为社会做事，为人民做事，非常单纯。什么让它复杂？人性让它复杂，人性的贪婪。我们看到民进党这八年，我们绝对不能再投民进党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亲爱的乡亲，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，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改变台湾的命运，让台湾迎向清廉的政治。和平的两岸，一片欣欣向荣的百工百业，让民进党下台，让民进党重新检讨，让民进党了解他为什么已经离人民越来越遥远。若干年之后，等他检讨完毕，再请他站起来都没有关系。但是2024年绝对不能让民进党继续执政，让我们一起把选票集中起来。士林区，请全力支持张思刚，好不好？好。单区支持最棒的罗志强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大同区支持王世坚的女朋友游淑慧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游淑慧敌死不从。其实王世坚真的蛮可爱的一面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团结，让民主可贵。哦，小心哎呦！让我们啊，巧心啊，我们这个信义区，让我们全力支持徐巧心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看这些，我们这些民进党，我都不好意思讲，每一个都长得男的俊，女的美，每一个都正，这五官呢端正，看起来那个眼神都是非常正派的，不像民进党那些贪官都是歪七扭八的。各位乡亲，集中所有选票，大家告诉大家，团结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